德国百年行李箱品牌 Remova 全新专门店在澳门新濠影汇隆重揭幕了。就在《叶问三》即将上映前，著名好莱坞巨星甄子丹及汪诗诗小姐也各来道贺，可谓是星光熠熠。对电影、对时尚，听他是怎样说的。我会喜欢选择越大越好，因为我们太多东西了。他带东西也带了很多，然后买东西也买了很多，都非常友善，而且非常随和。其实也表现得非常专业。然后我也是他的全迷，所以一直都很希望认识他。然后这次很难得有这个机会，那让我非常惊喜的，原来他也很喜欢看《叶问》第二集，那刚好就是第三集我们一起合作，就是非常有缘分。我就没有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叶问，我扮演这个角色都是他的身材都比较瘦，所以我反而要减肥，因为我五年都没扮演过叶问这个角色嘛，所以就把咏春拳放下了，就为了这次重演这个叶问，我就再次的再把这个咏春拳练起来。